奇葩，也是我以往带的每届学生，人家长不是高官就是富商，就这届学生都是妈平民百姓，干嘛都有，贼没有事儿，贼没有家教。以往碰到我班里的学生，家长都是当官的，要不就是家里面条件特别好，事业单位的，家长都极为有素质。你反思一下你们的家长有多有素质，所以你才那么信口开河，张嘴妈就说话。怎么你非跟他说话呀？你妈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你爸爸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别忘了瞧不起你，我告诉你，这你妈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妈50年挣的多。你们素质是一样的吗？不能一样吗？这不可能一样！你知道丢的是谁的人吗？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丢的是你父母的人，知道吗？说明你父母没有层次，很简单，还看不出来形式呢。张嘴嘛就说话，你们没有层次的人呢，你们家长呢啊？今年体会得非常非常清楚，我刚接你们的时候都体会得非常清楚，这就是不还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将来会延续你父母的收入水平的，知道吗？你不好好弄，连你父母的收入水平都不会延续的，这蠢蛋玩意儿。